现代男女的速食爱情。请问一下，我当初怎么爱上你的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贱。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劈腿族。爱我，好吗？一场你争我夺的爱情游戏。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啦！你是谁啊？谁没让你说话的份？一段生死瞬间的爱恨情仇。那只是一夜情而已，你不要认真好不好？我很认真的。可是我不爱你啊。到底有谁能全身而退呢？纷纷见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应小薇，欢迎您收看关键时刻。恋爱总是令人向往的，但是如果说恋爱中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出现了异于常人的占有欲，那可能就会让这段恋爱变成了致命的枷锁了。民国86年的6月呢，两声枪响结束了一对年轻男女的生命。男的那个时候才27岁，女的只有30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一段恋情会变成致命的伤痕呢？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。全场一共挥出了16支的安打，其中包括了4支的全垒打。中华队在比赛将分数赶上，中场是4-9获胜。而比赛当中，总教练也不断的走马换将，让球员们都有上场表现的机会。因为在3场的热身赛之后，将选出状况最好的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今天是走马换将，让球员们都有上场表现的机会。今天职棒是冠亚军赛，我一定要看。表现最好的张泰山，球赛会重播嘛？明天一大早要上班，根本看不到重播。拿来了。哎哎，包括了中华队、澳洲和意大利，现在台中有4国的热身赛。对，下午先由中华队出战澳洲队。比赛前半段，中华队投手压不住脚，频频被击出安打失分。曾经这次为什么打4分多？还好打自己去买一台，不错。全场一共挥出了16支的安打，其中包括了4支的全垒打。不要忘记你住在谁家，一个人就打出2支全垒打。中华队在这个房子，慢慢将分数赶上，中场是14-9获胜。比赛当中，总教练林华伟都是我买的呢。想看电视剧，继续埋单。因为在3场的热身，我还没跟你结婚呢，就这样子对我。四名选手参加世界杯。OK， 分手。另外1号也有3支球队陆续抵达台湾，除了南非、意大利之外，也许方立国，你死定了。古巴队寻求卫冕的大军也已经压境，其中包括了。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电视看。啊，完了，我把钱包放在家里了。还好还有手机。喂，喂，哎呦，怎么在这个时候没电呢？先生，不好意思。我的手机刚好没电了，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用一下？我只是打给我朋友一下而已，拜托啦，好心的先生。好啊。喂，我珊珊啦，我刚手机没电。啊，有你赶快告诉我你家地址啊，我马上坐计程车过去。那先帮我付车钱哦。好，就这样喽，拜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不会。电话吗？没有啊。想阿国了，想他就打电话给他嘛。我才不要嘞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哎，你们交往2年多了，光听你们要分手啊，我就已经听了第18次了，没有一次真的。
这一次是真的。玉玲，你没有看到他为了球赛的事情跟我大小声呢，还说那电视是他的。你说哪有那么小气的人？嗯。接电话。不要，你去接。要是他打来，你就说我不在。八一护理站。哦，陈医师啊，你要来借病房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方立国，你完蛋了！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扫地出门。兄弟啊，你每天安尼巡逻擦户口，袂感觉讲真无聊啊？我才最后一个礼拜而已啊。学长，你以前是哪个单位的？营属组的啦。那不是去用砍人吼，我才袂调来这做巡座了。那出了什么事啊？当初就是和我工作的一个侦查员吼，有一天吼神经病发作啦，硬穿去断死因某了。结果，迄支枪查起来是我的啦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吼。我也调来家做巡视，啊，我迄个学弟哦，比我搁较轻松。迄龙阿来吼，有一件兄弟哦，专门找警察咧修理啦，伊哦生不如死啦。所以咧，你穿得还够好，好啊，你去病院查看下小白发外头，啊，我来叫办这代志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是这里的管区，我来查一下医院的外劳。珊珊，阿国找你哦。你跟他讲，我要把房子租出去，叫他把东西通通搬走。珊珊，请问你是不是那天跟我借手机那个女孩啊？你是？哦，是你哦，原来你是警察啊。我叫吴玉敏，高中警校毕业的。哎，警察大哥，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你哎。因为我刚调来一个礼拜而已。听你的口音，你好像不像台北人。我是高雄来的。那你是不是要租房子？是啊，可是台北的房子好贵哦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合适的。我刚好有一个房间要租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那是我的房子哎，我要怎么处理就怎么样处理啊。喂，你要不要来看？我今天四点下班。好啊，要不然我下午去找你。哎，这样做好吗？就算要出租，也不用租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吧。他有名有姓的，又是警察，怎么会是来路不明的人？好了。我要去邱医师那边。这原本是我男朋友的书房。这房子还不错啊。你打算租多少钱？随便哦，你贴补我一些贷款就可以了。哦，那5000块好不好？我才刚工作赚钱而已。行了，水电费我们就平分了。嗯，对，你男朋友还会不会回来住啊？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哎，对不起哦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啊？看你方便喽。我是希望越快越好啦。好，那你现在帮我把东西都搬走。明天你就可以搬进来。哦。
痛的，我来帮你啊。要挡在前面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帮你。哎，你好烦哦。月明的温柔碰触到珊珊分手的苦痛，他的迁入会终结珊珊和阿国的亲密关系吗？还是引发更大的情感波涛呢？哎，你会削菜啊？没有啦，其实我是从自助餐厅买回来的啦。有我一份吗？当然有啊，而且我还怕你不回来吃呢。你要养鱼哦？嗯，老板说啊，这种鱼叫做斗鱼，一次只能够养一只，如果把两只放在一起的话，他们就会打架，而且啊，非把对方斗死为止。好啦，可以吃饭了。嗯，真好吃。你手上的珠子挺好看的，在哪里买的？你说这条啊，这是我妈去庙里求来的，听说可以辟邪。哦，你们做警察的很容易遇上血光之灾，是应该辟邪。喂，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我家？方立国，你给我客气一点，这也是我家，我爱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。虽然你有本事，这么快就把奶奶带回来了。你走，这也是我家，你给我走啊，走！居然敢打我！哎，你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啦！你是谁啊？谁没让你说话的份啊？你连他也打？怎样？你心疼了是不是？真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爱上你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贱。你，走开了！你干嘛？这电视是我买的，我要把它搬走。其他的东西啊，我叫霍远兰来搬的。你搬啊！你把所有东西都搬走啊！你搬啊！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。珊珊突然觉得她跟阿国两年的感情如此经不起考验，阿国根本不给她说明的机会，劈头就认为她把男人带回家。意外卷入爱情战争中的玉明对珊珊的处境非常同情，他认为男人不该动粗，应该要细心地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。受伤了，玉明清醒后回想起昨晚的缠绵，他真切地感受到珊珊火一般的爱意，从他第一次在街头跟他借电话，到成为房东和房客，再发展到两人身心相契，珊珊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玉明的心。他觉得自己陷进去了，他爱上了这个女孩。最近有没有发烧？没有。81护理站，我是啊。他在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跟病患去办一下转院手续。
我去吧，我有个病人要转出。哦，好，那麻烦你了。嗯，好，麻烦你跟这位小姐去。这边请，谢谢。小姐，我的心不见了，不晓得要看哪一科。你还要再来打我吗？三，对不起啦，我知道我太冲动了，我不应该误会你。玉玲都跟我讲清楚，就原谅我吧。你不是骂我下贱吗？原来你是那样看我的。哎呦，三，那只是气话嘛，就原谅我吗？原谅你？你说的可容易，如果你被别人打，又被别人骂下贱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三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动手打你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一个月以来，我的心好像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怎么到现在才来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心肝小宝贝啊，你就原谅我嘛，原谅我啦。装斗鱼还挺好看的，老弟，这条包开。哎，你这么早回来啊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吴玉明，我们是好朋友吗？那天我一时情绪不好。我们都是成年人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让你有什么样的误会，对不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男朋友他要搬回来了，不过你还是可以继续住在这里，直到你另外找到房子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爱行会起，放会落。你若想要做一个好警察哦，你就爱会当吃苦，莫讲在外口受一点仔委屈哦，就敢若查某人同款，倒来咪喺房间内底哭。哎呦，你较细声咧，拢嘛是你啦，你嘛是做伙建设局的局长咧，你还嘛只有金金哦，看恁囝有踮去台北，啊无要斗三工啦。但即卖安尼吼，唔得叫上气话啦。我阿明啊，走开！走开！阿明啊，老爷，你紧打电话吼，问伊长官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拢是互你想歹。阿明啊，你开门啦，尽量去开门啦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是你自己说要我爱你的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？
喂，我是吴彦明，明天我到医院去找你。谁啊？打错的。珊珊突然感到害怕，因为她不明白玉民为何突然现身，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？珊珊，吴一鸣，真的是你啊？来，这个送你。好漂亮啊，谢谢你。原来你是要送我这个。这个端豆鱼很漂亮哦。你找到房子了吗？嗯。你还好吧？你说呢？我以为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明白什么？明白你耍我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？是你要我爱你，是你先亲我的。对不起，那只是个误会。我再跟你说一次对不起吗？没那么容易啊。那你要怎么样？珊珊，我要你跟我在一起。不行啊，我有男朋友的。那我跟你男朋友说我们两个有关系。那只是一夜情而已，你不要认真好不好？我很认真的，而且我已经认定你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的啦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只要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。可是我不爱你啊。只要我爱你就行啊。不行，这样不行的啦。珊珊，珊珊，我只要一个机会，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。没用的，可是我不爱你啊。珊珊。你有气喘了，你的药呢？我去叫人，我去叫人帮忙。阿明啊，阿奶，我是真正的代志啊，阿是我记无啦。哎呦，我下早吼听恁同事讲啦，讲你的黑骨穿骨发作啊啦。我跟恁老爸哦，足紧张的哦，我紧坐飞机赶过来，你知影无啦？啊，头这已经四五年都唔捌发生啊，啊，今麦还佫临时佫发作啦。吴处小姐，啊，医生安怎讲？病情的问题哦，啊，是问医生较清楚啦。安怎？啊，你故意是你的女朋友哦？啊，你真好啊！哎，吴处小姐，啊，请问你贵姓啊？我是因老母啦。这是因老爸啦，伊是伫下港哦做警察局的局长呢。啊，阮全家伙啊哦，拢是做警察啦。阮哦，拢是清清白白啦。啊，伊上细汉的，还佫要交过女朋友呢。伊的心哦是足善良的哦。你讲遐济要创啊？你佫共惊着呢？歹势歹势，我着伤过欢喜啦，歹势啊。阿伯阿母，你莫误会啦，我唔是。阿平啊，阿奶安尼啦。你不要紧张，我马上帮你打针。哎呦，家在路边有做好事，真好真好。这里哪有说话的份？你走，这也是我家。玉明认为珊珊对他是有感觉的，否则不会发生那一夜的缠绵。他想起上次看见方立国凶神恶煞的模样，他相信珊珊一定是被迫才跟方立国复合的。
我是阿明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你怎么现在打电话来？我想见你嘛。现在几点知道吗？我想你啊。我要睡觉啊，老兄。我不要你睡在别人旁边啊。你现在就过来啦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无理取闹嘛。我不管啊，你如果不过来的话，我现在过去跟男朋友讲，那就我俩。你闭嘴。哎，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厕所里打电话呢？玉玲啊，她跟男朋友吵架，刚刚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要我现在马上去帮她值班。那你自己就小心一点哦。嗯。要记得戴安全帽。看着不知情的阿国，珊珊眼里尽是依恋。她不知道武玉民会出什么狠招，她能全身而退吗？珊珊，你找我来做什么？我醒来时发现你不在，我怕你出事啊。武玉民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折磨我你才开心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想救你嘛。根本没有人要害我啊，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疯啊。 那我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让你那么为难吗？你是一个好人，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你。我希望我们能做个好朋友。我明白，我都能明白。既然我让你那么痛苦，那我以后都不会再为难你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想我已经弄清楚问题的症结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苦了。你想通就好。听着玉民的表白，珊珊终于放宽了心，没想到他如此的善解人意。他原本担心武玉民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，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多虑了。在珊珊的照料下，玉民很快恢复了健康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，他们终于又能恢复到原先那种自然又开心的状态。经过这次事件后，珊珊确定阿国就是她此生最爱的人，两人决定一起出国度假，并且在国外办一个浪漫的婚礼，然后再回国补请喜酒。是啊，老婆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倒一杯冰水？是，谢谢。阿国，我忘了我出国前把冰箱都清空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哦，那我去买几瓶可乐好了。谢谢老公。怪了，是谁家小孩这么调皮，把红纸撕成这样？哎，我的道鱼兄嘞？哎，我可爱的道鱼兄呢？我把你藏到哪里去了？
怎么了？听说是计程车撞的，司机跑了，然后他肋骨断了三根，头部受到重创，刚才才输了2000cc 的血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才刚从国外回来。邱医师已经知会了骨科、脑神经外科、胸腔外科，他们一定会尽全力的。而且阿古还那么年轻，他一定会撑过来的。醒过来啊，麻药都已经退了，你为什么还不醒过来？睡觉了，你赶快醒过来啊！你赶快起床啊！你醒了，会痛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等下打了针就会好了。醒啊！嗯，刚刚醒。你有一个护士老婆，一切都会答应救补的。珊珊，恭喜喽！阿国出车祸，家里无端出现一堆死鱼，珊珊觉得好像有人在警告他们。她想起了武玉明，他是警察，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。喂，我找武玉明警员。什么？他调回高雄了，上礼拜就走了。好，那没事，谢谢。珊珊，阿国的情形很不乐观，他本来脑部就受到撞击了，现在又缺氧过久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他很可能变成植物人。
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要害阿国？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从现在开始，阿国病房门口会有警察全天候看守，不会有人靠近他的。你赶紧去看看他。谁要害你？阿国，你醒醒啊！手上的珠子挺好看的，在哪里买的？你说这条啊，这是我妈去庙里求来的，你说可以辟邪。我是高雄分局长吴昭雄，现在追缉一个通缉要犯，我要进去看一看。是，长官。哦，对了，我从高雄上来还没有吃饭，麻烦你帮我买个便当。是，长官。我是要救你的、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这一切都是他逼你，对不对？是他逼你跟他好了，他逼你跟他结婚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是我老公啊。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要替他辩解？他这样对你，我都有看见。他打你，他还帮你下贱，这些难道你都忘记了吗？那是气话，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那我呢？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那我们那天晚上到底算什么？胡玉明，我知道我自己不对，你要杀，你就杀我好了。杀？我不会杀你的，你是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我怎么会杀你呢？是他，这一切都是他在作梗，我把他除掉了。你就会跟我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你错了，你完全错了，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不可能！你是爱我的，
你口口声声说要我爱你，爱你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，把枪放下好不好？那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到底爱不爱我吗？是不是我说我爱你，你就可以把枪放下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要杀人啊！我不会让他醒过来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他醒过来的。你走开，珊珊。那龙阿来吼，有一件兄弟哦，专门找警察来修理啦。伊哦，生不如死啦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爱行会起，放会落。那只是一夜情而已，你不要认真好不好？我很认真的。可是我不爱你啊！别动！